裂掉就是你敲的嘛，我一台新车，你拜托我敲的呢，你不会拆就不要给人家接啦，你把我敲坏你就要负责啦，损害赔偿啦。我说你去知道没、哦、好啦，那我们就法院见了。助理，你整部摩托车要卖给我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叫我买，我没有办法买啊。裂掉了，你还在旁边，它有裂掉了。那是我去拿拿那个梅亚定骨，我会调监视器来。没关系啦，那裂掉就是你敲的嘛，就那么简单。好了，就是你敲裂的嘛。我对不对？你不是我一台新车，给你搞。都没有用，我说你去告，我就跟你讲去告啊，我又不是说你不行去告。对，你不要处理就对了啦。我没有办法处理呀、啊，那你只能想。你没办法处理，你就不要给我接这个案子。你给我接了，你把我弄坏了。你给我修理就是接了嘛？你可以说我没有，是你拜托我敲的呢。什么？我拜托你敲？你拜托我拆的呢？我拜托你拆。我也没有说跟你要。但是你不会做，你不会做，你可以不要接，你可以说你拿到别家去。我没有接。你有修理嘛？对不对？我没有修理。你们？那不是修理。你是拿过来，你自己去提供材料，然后拜托我来拆。对，但你把我拆坏掉了、啊。我都没有给你拿工钱，是你自己拿100块给我。对啊，按你把我拆坏啊。那我们就法院见了。我现在在录影，我现在在录影了哈。我们就法院见哈。可以。啊，都可以哈。你不会拆就不要给人家接了。我没有接。对不对？你就不要给我拆了。你把我拆坏，你把我拆坏。你把我敲坏，你就要负责的，损害赔偿了。啊、哦，好啦，那我们就法院见了。不是啦，你要不要处理嘛？你说小事情，你要不要？没办法处理啊。啊，没办法处理。你整部摩托车要卖给我，对不对？你要叫我买，我没有办法买啊。那你就恢复原状嘛。啊、哦，你不处理，我就只好告嘛，好不好？去法院。好啦，我就那就这样子啦，你就等我律师函。